人咧讲咧钱用卡吧，哎、欸，但是。音卡吧卡吧卡啦安尼啦吼，但是即卖无同啊啦，哎呀音卡吧，嘿对，安尼听有无？哎听有无？哎爱讲解释互你听无？没，唔免安尼哦。但是我跟你讲吼，今年度啦，哎今年度吼真正吼，迄落足侪公司的话，受着即个疫情的影响哦，哎我来讲贵不低啊侪，你敢知？尤其呢，咱的舞台上吼，哎我们的那个节目也有受到影响哦。对。但是呢，大行拢有咧补助啦。哎、欸，就是咱这道无咧补助，看到有呢？你有吗？哎、欸，那是应该之前啦、啊，之前迄、那个咱的迄个舞台车联盟，哎、欸，有上北部，有上北部哦、欸，去迄个讲啦，啊，但是唔知道有迄、那个。补助我是唔知影啦，哎呀，你都补助嘛唔正问安尼啦，哦，伊干那了就麻烦呀，你是啦，哎呀，你干那死的迄场无？报袂当来啦！啊，真的啊，迄个市场死二三十场，你甲想看嘛，足恐怖的呢。恐怖的。哎，真的啊，我都捌听吼，听迄个舞台车吼，哎，咱安顺咱免讲安尼啦，哦，这是一定了足济安尼啦。但是呢，你若别人的哦，拢在讲，你敢知？嘿，本来一个月吼，咱做哩吼，差不多三四十场，你敢知影？受着疫情的影响。你讲你啊。啊！是啦，你今麦是咧笑啥安尼啦？你讲，对啊。你讲唔是干那伊尔，你嘛有啦。有啦，你讲啥？哎，接电话接到接无爱接的，你讲哪电话来来无爱接啦，唔接吧啦。对啊。哎，暗时直接拢用赖，你讲知？什么时候取消？哎，规批拢是取消，取消，取消。哎呀，直接封锁。我讲知，去到尾啊，我安怎你讲知影？我上休困三个月。真的啦。你拢无感觉，迄阵拢无拄着我吗？迄阵我嘛无咧走啊！真的啊！你休困啊，我要安怎走？我对啦，我着差不多去着安尼，我上加休困就无爱做安尼啦。对。哎呀，你大家拢看到伊咧，真正是足单足气的，你敢知？哎呀哎呀，但是即摆吼，哎，迄落真的吼，是咱的迄落人民有保庇安尼啦。对。哦，我们的台湾现在疫情哦，真的非常的稳定。是。哎，所以呢，咱叫这个现金的来跟咱的会场安尼谈安尼啦吼。啊嘛，真正足感谢着阮所有咱的请主大哥当司长，谢谢你，感谢你，哎，代表着阮的最。影视传播吼，讲我爱你安尼啦吼，谢谢啦吼，无啦，迄个爱甲车主讲我爱你啊，对无？咱有机会通趁现金的，迄个还是你后壁在出啥物代志？无啦，伊让我咳嗽啦，嘿啦，迄个对啦，因为啊无啉啦，对，哎呀，无啉的啦，哎，无啉所以你咳咳嗽安尼啊，嘿，安尼你会知，等下你甲吹落去倒啊，你是。来继续啊！来，谁在你啦？谢谢。
曲有无？这首歌曲为什么我会晓？你敢知？你会啊？啊，这首歌曲有无？当出来的时候是我先唱的。真的啊？真的啊！我较早在你手机拍到的啊。啊，无的，这首歌曲我会讲做上脑的，你敢知啊？迄个后壁面迄个爆发力有无？这首歌曲佫有一首思念的天线。哎，迄阵我刚好拢有听到吼，哎，迄个电脑刚好去找那个电脑有没有？哎，阿姨。嘿，啊，结果吼唱落去了后，有无？哎，哦，大家拢迄个陆陆续续拢一直唱安尼，有无？真的啊，真的真的真的。所以较早我来讲，以前安尼吼，大家拢咧拼歌，哎，拼歌是啥物意思？你敢知影？就是要唱跟别人不一样的。哦。而且你若唱别人跟你唱哦，迄种成就感，你知无？哦。哎，安尼你会知无？会知。迄种叫做成就感。啊，你知。